家三代一脉相传，在这20世纪的不同时期呢，各放一盘。那么，金鹏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我觉得您是不是也应该跟我们观众朋友聊聊您自己啊？您怎么学的演派戏？好，据说您的经历特别复杂，当过工人啊，还有唱过越剧啊什么的。据我所知，好多故事。对，能不能这个给我们一讲一讲？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啊，从5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啊，还有一些历史上的运动等等。所以呢，就这个像原派唱腔一样啊，一波三折，对，跌宕起伏，跌宕起伏。也是从小的吧，就喜欢艺术，就喜欢，由于家庭的这个熏陶啊，对。那时候啊，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在南京演出的时候，大概是我记得她唱《大唐二》，唱着唱着吧，唱到一半的时候，我跑到台上去了，真事儿，真事儿。好，我跑台上去了，结果那个花脸演员就跟我母亲说：“哎，那个揍子，你瞧你儿子上来了。哦”有一个小时候的录音倒有，这是我自己家录的，《卧龙吊孝》，那是7岁的时候哼唱的，能不能放给观众朋友们听一听？这是严兴鹏7岁时自唱自录的一段录音，他不但唱得有韵有味儿，连胡琴的伴奏和锣鼓点儿都哼得有板有眼。从这充满稚嫩和情趣的演唱中，可以看到他儿时对京剧的痴迷。时隔28年，严兴鹏正式以这段《卧龙吊孝》参加了87年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阎兴鹏的出色表演使人们看到了新言派的光彩。七位评委中有四位为他打了满分十分，以最高得分荣获大赛老生组的第一名。但是从事京剧事业，继承言派艺术，却并不是他父母的初衷。当时我父亲母亲呢很反对，因为我就是他们就我这么一个独生子，他总希望我能够做个学一门专科的，或是学一门专科的科学家，或者是学门技术啊，当工程师啊，还或者是当医生啊，哎，都可以。那么我当时自己很坚决啊，在那个墙纸上啊，在那个窗户纸上，像写大字报似的，还写未曾出兵先丧胆，对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由于我的强烈的要求吧，所以那一年呢，回到南京呢，就让我去拜这个江苏省京剧院的周云亮先生为师，他就教我打飞镖、拧旋子啊，这个从基本的这些基本功，那些扫堂腿啊什么等哎等等。后来我父亲母亲呢，从青岛调回上海以后呢，我就跟到上海来。到上海来了以后呢，那段时间呢，确实是我童年当中最愉快的阶段。那时候正好是发掘言派的时候，挖掘传统的时候，就四清了64年，我父亲母亲被隔离审查，所以我也就下乡了。下乡那一年很年轻，才16岁，去干农活，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啊，崇明嘛，有芦苇吧，芦苇荡后面有这种沙质土地啊，高坡上我平整一块土地，我就在上可以练基本功，唱样板戏嘛，对吧？那也没人管。那时候唱的调就不一样了，喊嗓子只能是喊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他长期的坚持努力，使自己练就了一身扎实的舞台基本功，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舞台表演。在七考八考的，后来又考到浙江京剧团去了。考到浙江京剧团呢，就是浙江省京剧团。浙江省京剧团很巧的机会，我就碰上了陈大户先生。余派著名的余派老生。余派老生，老人家对这个老生的发音、吐字、发声这个方面，确实有很独到的见解。学习他是对13折当中每一个折口准确的共鸣部位、共鸣腔、共鸣腔体，所以这个方面我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而且非常幸运的就是在那杭州的这个阶段呢，我碰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沈湘教授，在沈先生的这个亲自的这个指导下啊，在陈大户先生的这个直接的亲授下呢，哎呀，我这个觉得我豁然开朗，我知道这个嗓子正确的发音啊，正确的吐字应该是怎样去进行，知道这方向，这条路在哪儿，嗯，那我就沿着这条路去走啊。这是对我一生当中，对我的歌唱的这个整个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一生当中是一个转折性的一个变化的作用。当时我得到这两位老师的这个传授，可惜这两位老师现在已经都做古了，都已故去了。
但是他们所这个传授的这些个高超的技艺是永远都不会泯灭掉。两位老人他永远在我的心。独子的这个政策吧，我可以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交通大学，我还会开车床，还是开车师傅教我车螺丝，车工啊。那后来怎么到的文化局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巧的一个巧合了，因为越剧院离我们家很近，我认识这个越剧院的这个武功老师呢，我就到那儿去练武功。那后来有人就介绍我到练越剧院，你能不能到我们越剧院来做这个基本功的教员？后来就原，我记得那次有考试嘛，有袁雪芬老师和王文娟老师，那次来考试，他一看，他说这个孩子是，是颜慧珠的侄子，他说这个小青年条件还不错，那就到我们这儿来吧。听说还拜了范老师，有这么一段小插曲，拜了徐玉兰老师，徐玉兰老师，对不起啊，金玉良缘是吧？您还是给我们唱唱这金玉良缘吧。你非要考我这一句，你看啊，没有，随便唱两句，那是很咱们意思意思，意思意思，好啊。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第一件成心满意的事。太棒了，大概是这样。啊，其实呢，我觉得你不只是一个言派艺术的这个继承者，同时呢，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发展者。你有自己的很多代表作，你看像这个曹雪芹、曹操、杨修，
那么这两出戏呢，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国内的大奖，以及很多这个非常这个高的荣誉。对，有幸能够在这个1988年那个阶段呢，能够有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来创造这个创演杨修这个角色，从而呢，能够使新的人物、新的历史人物，同样可以能够焕发出严派的光彩来。而且您创造这个杨修这个角色，也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受到大家的这个喜爱和欢迎。谢谢，那么从而得到了梅花奖。是，也就是这出戏去选拔的，赢得梅花奖是吧？啊，曹雪芹飞行奖。对，所以说我说这两出戏呢，可以说给您带来了这个无限的荣誉。啊，谢谢，谢谢。
这湖水为咱金鸡，严兴鹏在舞台上的表演日趋成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近年来，他在舞台和荧屏上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青睐。更使他受到鼓舞的是，严派艺术的发展曾得到几代领导人的关怀。好，让我们再欣赏几段严派的代表作品。中了仙气能时来双花银不银云白石帅也住在荒村提起来叫人恨不恨也是我的路行法子民生恩恨回头来面对东高我论你是我乌云活命的那人但愿早断我的问题重恩当报你的旧重恩黄不兄金沙借草丹薄地恩无云心那中天